那就不要包红包，你去买个那个战斗陀螺送给你孙子吧。然后顺便还跟他说，还有那个战斗场，哎，你很聪明耶，对，这个阿妈买几百啊，他就买一整组啊，有好几个阿妈，还有战场哦，我儿子那段时间每天上学都背着战场去啊，这种感觉，那个很大，对啊，这种感觉就是老子不是去上学，老子是去战斗的。我提过战斗陀螺很风行嘛，那他们的幼稚园每个小朋友几乎手里都会有一个，我儿子就跟朋友借一个战斗陀螺回来，我说是谁的，他说朋友借的，现在很流行哦，每天大家都去那边比赛哦。Yeah. 我说你是不是很想要？他说对呀、啊。那我就问妈妈，妈妈就说不让他跟风。哦，对不对？那我想说啊，我儿子有，我儿子没有，别人都有，这样怎么可以？对，可以，可是要不能这样就输人了啦。因为我妈妈说啊，我儿子要生日，我们一起来吃饭庆祝一下。我妈说好、啊，那我包个红包。我突然想说啊，那就不要包红包，你去买个那个战斗陀螺送给你孙子吧。然后顺便还跟他说，还有那个战斗场，哎，你很聪明耶，对，这个阿妈买几百啊，他就买一整组啊，有好几个队啊，还有战场哦，我儿子那段时间每天上学都背着战场去啊，这种感觉，那个很大哎，对啊，这种感觉就是老子不是去上学，老子是去战斗的，我还提供战场给大家打，对，然后过一段买了之后，我又停不下来了，因为他要换装备啊，对，因为同学有了新装备，他打不过人家了，他就要回来换装备。然后爸爸也要给他买，好像不买就影响他儿子征服宇宙了。对，这个在学校他会变成他很有地位，他有那个战斗场，他在那边他很有地位。莫名其妙的爸爸，你很快就得了。我那时候为了我儿子的战斗陀螺，我去买那个铁环呐、啊，铁环装在那个战斗陀螺里面，比较厉害。他们就学校就有万圣节活动，那我就想说好，我要让他有个难忘万圣节，其实也是让父母自己有一个难忘万圣节。我就跟我老婆说，我们家有一些旧纸箱。要不要我手工帮他做一个他喜欢的东西？对，然后那时候他们学校有规定迪士尼的那个主题，然后就看一看，就大家不是公主就是什么奇怪的东西，然后他就看到瓦力，他就很喜欢看瓦力，我就用纸箱做了一个瓦力的衣服给他。哦，可爱。对，然后你知道他后面那根是什么？那根是那个自拍棒。啊，自拍棒。我用自拍棒粘在他后面，然后升高，所以他眼睛可以伸缩。是，哇，你这个爸爸好用力呀、啊！对，我就觉得他是一个凝聚感嘛，然后我就给他，然后他就很喜欢，他穿着这样去学校，拉风，对对对，然后大家都是穿公主装或者是衣服，但只有他的是纸箱，而且超重，就一个3岁的小孩，然后这样